我们是四周机械哈，我们专注在是这个压出机的领域，一共有40多年的经验哦，特别是在双螺杆的压出机以及我们 PVC 加工的部分。这次我们展览的机器有3套双螺杆机器，专门做色母工程塑料以及高混炼的设备，那有47的双螺杆，有58的，以及有77的。至于 PVC 胶木混珠部分，是全世界第一家研发出来的。我们在27年前在德国的 K 秀是第一家在现场展出，这是我们的特别的技术。我们公司在台湾省台南市6甲区青埔村5号，我们有非常好的团队，我们非常欢迎全世界各国的嘉宾到我们公司来参观，我们会有非常详细的介绍，希望以后有机会为各位服务，谢谢。For more information on Continent Machinery Industries, please check the link at the end of this video.